U8860，然后它的作业系统是 Android 2.3 的作业系统，是 Android 2.3 的作业系统，然后这是我们现在新上市比较高阶的手机。那它里面比较有特色是它的这个待机的画面，它是有 3D 翻转的功能，它是有一个 3D 的正方体的翻转的功能。然后里面还比较有特色是它录音乐的功能，里面点进来它的播放的功能，它会有专辑的图片，然后会是立体的图片。那它比较最主打的功能是它超长的待机，它的电池有1900mAh，那所以它的待机的时间会比较长，那它有很长效的待机。它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我们里面有内建一个备份的软体啊，就是这个全部备份的这个功能。那点进来之后，如果你的手机要把软体要更新要送修的话，你可以点进来，它里面有一个备份到 SD， 它就会把你里面所有的资讯，你可以全部把它备份到 SD 啊里面去。那备份完之后，你的手机送修回来或软体更新完回来之后，你可以再选这个从 SD 还原，那它就会直接把你把原本的档案叫回来，那你就可以原本的通讯录啊，或者是你一些下载的一些 APP 的程式都可以直接还原回来。那这个在消费者使用上会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。